叫大家甲集中。唐主教会将银锭铺。精神教育嘅院长蓝忠明等。各位神父，各位执事，同埋各位兄弟姊妹，首先我都系多谢天主，因为佢俾我呢个机会接受呢个职务，等我喺往后嘅日子服务教会嘅同埋各位兄弟姊妹。多谢主教，因为接受我加入香港嘅教会嘅服务，并且安排我到精神修院生活，同埋接受神学嘅培育。跟住一定要多谢我嘅会长，因为同埋所有嘅全教会兄弟姊妹，因为佢哋帮我初初嚟到香港，乜嘢我乜嘢都唔识，而家都唔识嘅时候，真系你哋好愿意帮我嘅批决生活中种种嘅困难同埋问题，响我复习同埋望问观众准备好多指导，最重要嘅系你哋时时刻刻俾我好多精神上嘅鼓励，分享我嘅喜乐同忧愁。至于我要多谢我哋嘅屋企人，之前多谢佢哋真系让我离开我嘅屋企嘅时候，开到一个新嘅地方，就系香港。我真系多谢佢哋，因为佢哋日日都为我祈祷。另外，我真系要多谢本堂神父。
呼吁唔低神志，同埋走远嘅兄弟。多谢你哋真系，你哋接受我同你哋一齐忏悔。系你几名？你哋有我真系好多嘢，特别系你哋有我学习做一个中国人。我要多谢所有的朋友，实在太多你能够我的一太多你们的名字，希望你们原谅，真的多谢大家。请起立，第二章第十六页。